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今天是2月7日，农历正月十四。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全家团圆、喜迎六子。下面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。主持人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今天我带大家来主要是看一下一个月之前猫妈妈顺产的六只小崽。那我来介绍一下啊，首先这个最中间的这个就是猫妈妈，她叫小花啊。我记得这个小白她是老大啊，剩下还有四个田园橘猫、啊、还有一个花猫。那我们刚才也看见了记者给我们发回来的报道，那么也祝六位小崽崽们一个月快乐。那我们今天新闻就播送到这里，下面请欣赏天气预报。北京晴，0到70摄氏度，东风1到2级。唐山多云转晴，0到4摄氏度，东南风1到2级。观众朋友们，这次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